10月23日中午，韩国人气男演员朴海镇结束行程，从济州岛经由金浦机场返回首尔。当天，朴海镇身着简单的黑色 T 恤，外搭粉色外套、黑色破洞裤、口罩帽子遮面，装扮简单却潮范十足。现场聚集了大批粉丝前来接机，朴海镇在几名保镖的护送下亮相，并亲切地和粉丝们挥手鞠躬，十分有礼貌。据悉，此次活动是朴海镇为了兑现粉丝俱乐部创下时的诺言，于10月22日前往济州岛举行了 Free Hug 活动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